谢谢蔡子萱。首先有请詹雅文老师。来，萱萱，有怕到吗？怕到哈？哎，那讲遇强则强啊！你一入歌，我就觉得哇，我们萱萱今天好棒哦，唱得很好，歌声都很好。可是为什么到了那里，整个啊，唰唰唰变啊？吞脆脑的关系吗？突然没气，突然没气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告诉了你，你在这一段当中的前面的拍子你就有问题了。嗯，关对你提起家，你的拍子就有点小顿呆了哦。所以是这里拍子有顿呆了以后，你后面的气就不顺了。一不顺了以后，你的尾音到那里就我忽然间说没气了。就气没出来，那个不叫做没气，那个叫做你的编排，你的那个叫单点，单点那个气没去给顺好，没有把它顺好。你不要紧张，你慢慢的顺好的话，你知道你这首歌可以拿多高分吗？因为你这几岁，你这十三岁呢，十三岁你有法多唱好算情，唱到这样啊有尾音，那很不简单呢。可是今天却差在这里。真的很可惜，子萱，我觉得很好听。我觉得我听你唱过这么多歌，这一首是我最喜欢的。好，然后所以你不要为了那个字就是心情不好。好，你很棒，这首歌真的很好听。我觉得你今天状态其实非常好，而且整首歌我觉得很感动啊。那如果能够再练习一下换气点的地方，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越来越棒的歌手了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心天天秀的吉祥物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